Let it go, let it go。大家好，我是蕾蕾徐亚米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雪安娜。Hello。今天要介绍什么？这个，这是《冰雪奇缘》的游戏屋，它很可爱。我看这边还可以钻洞出来，有没有像雪屋？我们来打开看看吧。这是我的房子。第一首。哇，它里面就有足球哎。放在哪里？然后还有吗？这里直接大的放在。我再试。好了吗？好。你们一起怎么有这么小的一个大气筒？你用什么打气筒？那个是打气筒还是枕头？打气。没办法。这边还有大雪怪和小雪人，然后这边呢，有那个雪宝，还有小斯，还有阿克。然后当然啦，当然有迪士尼的 logo 咯。好，那我们进去里面玩好不好？好，进去吧。还有路口。什么工作？这样子才能保护我们的房子。是哦，这么特别，每一个都塞球。你们快点，我出来了。嗨，姐姐。嗨，小鱼。好，拿上来。哎呀，哦，恢复正常了。反过来玩也可以耶。我要去那个去上面睡觉觉了。玩得好累呀，我不要睡觉。那我们最后要说什么？谢谢。